千里挺八月度晒恩爱，赴美待产女娃娃。回顾这过去的一年，真的是很平安的一年哦。是的，不止平安，33岁的年代主播田燕妮还超级幸福呢。怀着女娃娃的她，素颜挺着8个月大的肚子，和长她24的老公陈威林十指紧扣，吼、哦，逛街晒恩爱。忘记田主播的代表作呢，是我怀孕的时候，就是他就会帮我做很多事情，因为婴儿房也是他去护士啊，他就还蛮体贴的，他现在就是每天帮我做饭，现在肚子越来越沉重，有时候都不好翻身，就是会比较喘不过气了，因为他可能好像会压到横膈膜。主播目前已休假养胎，预产期是明年2月，4月才回工作岗位。到时候在哪边生？因为我本来就是美国籍的，我自己就是拿美国籍，有可能会回美国生啦。娱乐动新闻，祝主播顺畅哦，报道。